你也穿黑色毛衣洗？耐，其实说实话，你想耐脏，其实黑色反而不耐脏。它一点都不耐，它吸毛吸的。其实买黑色衣服是想耐脏，其实反而更不耐脏。买狗毛色的就特明显。它的黑色适合什么？把帽子放进去，花色的好不好？没事，因为这里面就没有那个坨。他主要是洗一下就行了呀。他洗狗，他洗的。但是没碰到男讲话的，男讲话的。对他们那个洗手液，那我们家洗手盆是那什么，一模一样。头也比较充实。来护你。这个狗是它的花舌头。嗯，花舌头是好还是不好呀？好啊。啊？土类肉，土类肉嘛，土类肉花舌头。这什么狗你？没有一点，小黄，你不能这样。小黄，你可不能这样，你可不能这样啊！不能这样。它好干净的。对啊，不是很脏。一点。是吧？嗯，它算是这个狗已经算是，如果就是在土狗当中已经算乖的了。很乖了。嗯。精神。